我而家喺个山顶度啦，咁呢度就西高山。今日嘅目标嘅第二个就行山啦。佢出咗一身汗，今日好好风，即系到秋季咧行山嘅季节，我应该会 keep 住行。望住成个香港，人系放松咗好多嘅。呢度就西高山最高点啦，基本上一览众山小嘅感觉系有嘅。由港岛南区啦呢边，咁数过去长洲、梅窝、大屿山嗰边，然后呢边就青衣，再调过去。你会见到西九龙呢边啦，但就九龙站下面就望到中西环嗰边啦，就再远嗰个北架山啦，然后狮子山啦，最尖尖嗰个就飞鹤山。我啱啱上嚟嗰阵，佢有四个木牌，好得意嘅。我哋会有啲木牌支撑，要继续行。个鼓励嘅 concept 几好，佢就鼓励咗我行完一个木牌之后，仲有心机继续向上行。但系我行到去第二个木牌，我唔系几高兴，佢居然写二分一，唔系写四分之二。然后行到第三个木牌，我打算系休息一下，不过谂谂下都系行埋佢。之后就一路撑到最嬲尾个木牌就喺下面，然后就成功咗。本嚟中间需要休息嘅嘢，就因为佢冻咗四个木牌，搞到我唔需要休息。呢个鼓励系非常之有用嘅。有时你有啲大目标嘅嘢，你可以逼单系 small piece， 咁你去 overcome 呢样嘢都几有成就。